女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有的直接热情奔放，有的含蓄委婉，让你自己意会，看一个女人有没有对你动心，你只需要留心她在微信上怎么样和你聊天，就会发现只有真正爱你的女人才会在微信上这么和你聊天。第一，认真听你的倾诉。当你工作上、生活上或事业上遇到不顺的时候，你找到她倾诉，她会很认真地听你倾诉。当你倾诉完之后，她会和你一起分析，找到解决办法，给你加油打气，给你鼓励，帮你打开心结，让你重新振作地面对工作和生活。第二，及时回你的信息。爱你的女人，她会时刻关注你的动态，更期望和你有更进一步的接触。所以当你给她发信息，不管多忙，她都会及时回复你的信息。第三，很关心你。天气变化，她会提醒你增减衣服，你朋友圈发一些动态，她会第一时间关注你的心情等等。你生病了，她会提醒你按时吃药，她会默默地为你付出，关注生活的点点滴滴。第四，跟你聊天停不下来，不管多晚她都会陪你聊天，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哪怕聊到最后没有话题，还是想一直听着你的声音。我想一定大概就是所谓的情感上的依赖吧。